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哈。好，现在请看一下，跟标准线一样的是 A、B 型哪一个？啊？哎，跟它一样长的是哪一个 ？A 的请举手。好 ，B 请举手。好 ，C 请举手。好，所以也有 B 还有 C， 对不对？哈，那个如果说了哈，我刚给大家做这个实验，事实上我们是应该有那种暗桩。他过去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有一个暗桩，我会跟大家讲说是 A， 是 A 哈，是 A 还是 B？B 哈是，跟他标准线呢 ？B 吗？这个那答案是 B 对呀、啊。我说我的暗桩可能会跟你说是 C。所以你明明知道，你一看的话，你用是，你去量，你会知道 B。但是我如果前面，我例如说哈，我按桩是，哎，好，按桩这样哈，你按桩哈，那个哪一个线是跟标准线一样？你说 C。到这个一二三到第四个，他就开始没信心了。他其实是想说 B， 但是他最后就会讲 C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做从众心理。好，翻过来哈。好，所以这个叫从众心理。所谓的从众心理，就是说明明是一个错误的答案。有没有听过三人成虎？有没有听过三人成虎？有。当人家跟你讲说，哎，中山大学外面有一只虎，你要不要信？你要不要信？我都不信，但是你跟大家讲说，他进来说，哎，外面有一条老虎，他就说外面一条老虎。到等到他说外面一条老虎，后面同学说真的吗？哎，我出去要小心一点，我要当武松打虎。好，类似这样，你就认为有这种事情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人云亦云，还有从众心理，其实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国在讲，外国就已经做过这种实验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经典的哈，这个叫。A 选线的比较哈，它是很早。好，这个很有趣，你们看一下。刚刚那个太沉重，我们看这个有趣一点的。唯明星，抢沾光，学生聪明流，人人抢拍。啊！我一毛钱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能玩了，小姐。有啊。电影《情一条龙》中，周星驰饰演的蛋挞王子，为了把妹，请来美女演一场扮情圣的戏。而现实中也有人这么玩，美国大学生科恩和朋友进行街头实验，而演一出《名游记》。他们请来两人扮保镖，三名假摄影和四名假狗仔，在纽约街头跟拍他，观察民众看到名人有多疯狂。又见吻又搂腰，到底你不知道在跟谁合照吗？人人爱吹牛，不管认不认识，看到名人就抢沾光，先拍下来炫耀，这是什么心态啊？三个小时后，柯遗憾路人拍下超过300张合照，脸都笑僵了。看来这次实验相当成功，柯可以暂时卸下名人包袱，回家当个普通人的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好，这个可能要试个看可以哈，去看一下当个名人，他就是把自己打扮成这样，又有保镖来。拍照人家以为他看到什么，我随便乱说了哈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从众心理哈，这样知道吧哈。我们其他的哈，像刚刚给大家看一下，所以你看看 C， 你看他们讲的是一个错误的答案，但是到了第四个以后，一定就认为是这样有道理的哈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大家问一下哈。好。是否有这个两个问题啊？如果说你在人来人往大街上看到心脏病发作，你当时会怎么做？如果你在乡野小路上看到心脏病发作，你会怎么做？好，分开，这边是第一个，那边第二个。好，开始讨论。我只要一分钟的时间，让各位同学大组讨论。好，开始讨论。你们会怎么做？这边是第一个题，然后这边是第二个题，乡野小路哦，乡野小路哦，你会怎么做哦？哈，第一个，人来人往。第二个，我们今天大概这个讨论完，大概就要结束了。
当你在人来人往大街上，有人这样哦，好可怜哦，你有没有？你会怎么样？当你在商业小路的时候，你看到这样会怎么样？社会性，社会性。好，这一边的同学，我们就请同学代表发言一下。有没有人？这个机会已经越来越少，有没有人要举手？快点，快点！来个同学要想要告诉我们说，你在人来人往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有人心脏上病发作或是车祸，你会怎么样？来，快点！有没有人要讲？快点！他不在，真的讲。没有，有没有人要讲？赶快讲。第二个。可以啊，那个你要讲上下，你要过两个一起讲都可以。好，开始。哦，如果在人来人往的大街，我可能会装作就是没看到，因为装没看到，因为人很多，所以我想应该会有比我更见义勇为的路人去打119。哦，所以你就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就是我都觉得哈，我们就假设一下说，如果在当我看到这样的人出车祸，你就会觉得应该就会有人来救他，是不会。好，有没有其他这一边的同学有没有跟他一样的？或者说有不同的，跟他不同想法的，请举手，快点。后面没有问题哈，你们都跟他一样，对不对？跟他一样想法，请举手。啊，不然你们是什么想法？举手，跟他一样想法，就是说，只要是人来人往，我们就会想有别人会救他，就不理他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哈，都同意他的看法哈，所以你们这一组的答案是这样。好，来，请看这边，这边有没有人要讲？来，这边你们要怎么说？你要不要假设你已经想好了，我就把他背到医院，就是我会送。你会把他背到医院？对啊，因为等那个乡野小路等救护车来太慢了。你们这边的同学们同意他的想法，他要把他背过去。那女生背得动怎么办？女生带所以男同学他的体格很好，他说我把他背去，赶快要去找人来救。然后女同学说，我如果背不动，我就打电话来找人家来救助他。这边的同学跟他一样想法，请举手。你们不举手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你们还有不举手，那还有其他理由吗？所以他们是比较倾向会救，他们是倾向让别人去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答案，来，请看一下这里。所以我们会看到哈，这个叫做旁，这个所以叫旁观者效应。所以你们这一边其实讲的就是旁观者效应，他会讲到怎么样？因为你会想到说，别人会去救哈，这个就跳过去了哈。你会看到说哈，那种旁观者效应的话，你会看到当有人抱着有人来救吧这种，所以当时人围观会越来越多，最后真的没有伸出的援手。我们接下来的影片大概就不给你看了哈，是这样。但是这一边的话，他们的理由是因为我不救他，他马上会死掉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这叫做社会的一种懈怠哦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旁观者效应里边，他当时就是他那个清晨的时候被追杀，后来很多人其实有38个目击者看到，但是没有人伸出援手，这是很多人，所以有时候会蛮可怜，就是说大家认为说，你推到我推去的，这个叫旁观者效应哈。好，接着这时候好，第二号这个影片。我看我们就先到这里了，因为接下来我会留到最后，我们还有很多社会行为，还有一些那个跟大家都会有关系的，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。不是下课吗？好，就是这已经放在网大上面，然后我们这次的小组讨论改成下礼拜日交，下礼拜日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们下礼拜四考试，所以是那个礼拜的礼拜日晚上再交就好了。然后就是我们有10种防卫机转，请你们找出5种，然后各举一个例子。好，那等一下杂技卡写完，还有你们学习单都可以放在后面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收。好，谢谢。